攻读圣马窦福音。那时候，耶稣对门徒们说：天国好像十个伴娘，拿着自己的灯出去迎接新郎。他们当中五个愚笨，五个明智。那愚笨的带了灯，却没有随身带灯油；但那明智的带了灯，也把灯油装在瓶里带来。因为新郎迟迟未到，他们都打瞌睡，且睡着了。到了半夜，有人喊说：看啊，新郎来了，出来迎接他吧。众伴娘都醒过来，整理他们的灯。那些愚笨的对明智的说：把你们的油分一些给我们吧，我们的灯快要灭了。但那些明智的回答：以免这些油不够我们和你们用，不如你们去找卖油的人自己买吧。他们去买油的时候，新郎来到了。那些已准备好的就跟新郎一起进去参加婚宴，门便关上了。后来其余的伴娘来到说：主啊，主啊，给我们开门吧。但他回答说：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我不认识你们，所以你们要警醒，因为哪个日子或哪个时辰，你们无法预知。上主的话。